中写法。中国写字唔识，哇，老师好多写法噶，我想话就冇问题咯，系咪？那你节目都带好了，要配这个字，那你给我们包含量不大啊？扛含住量不舒服啊？那你就想到了，撑开了就。含量配这个字就舒服了。啊，呢个法字我唔识写，我都唔识写，呢个我第一次见。个法字我识写，花都系咁写，好啦。点写？但写得靓唔靓咁解，或者写得啱唔啱？都可以唔变噶，唔系讲紧个内字，呢个来嘛，系咯，可以。呢三种写法嘛，好啦，而家佢系两点，你又咁写，系咪唔靓啦？两点同有咩乜嘛，系咪唔靓啊？要咁咯，那你就需要咁啦。系包翻佢，那你要需要咁咧，那佢还在一下边咧，就跟呢个唔同了不？就多着咁一条，你的感觉就唔同。他就出来一个点，你感觉就唔得了，他就要遮住佢了，他就跑到佢外边了。你看，写字还是写字安排，写字安排，写字还是第一个问题，唔关别的，唔关你会唔会写的问题。哎，你八法都会了，好吗？一些就没问题，你八法都会了嘛。反正写了一些传的都还是一八，一八个，嗨，哇，那个法字真的好写。反正写了一些传的都还一八，反正写了一些的半圆的都还两八。半圆就两八。啊，那说了，你看，反正写了一些都还两八。哦，我哋都还管佢叫圆啊，系咪？都还两把。你看，系咪？你看，你唔能让人看见呢个接头。反正呢些咧，都还两把。不管往左还是往右，都还两把，好吗？反正一些呢，不管给长都是一把。哇，好弯个啵，嗨，好多个弯个，就是最多弯了，好似个虫字嗰度。呢个还最多弯了，就还呢个字，唔可以分开。你唔挺咧才会出来尖，你一挺咧就冇尖了，你看，好没？哇，好多，呢个还最多，要不然你猛挺的才会有尖，你一挺就搭不上尖了。第一个字呢，反正一些半圆的你一定要两八，一八呢就没尖了。还蛮远了。还蛮就远了。没了，谁再写了。这个口字都是属于半圆的，是吗？一定就两把，简单嘛，就还什么？但还有没让人看见大把，所以写的人家写的一个那个叫做画圈，那个就不爱画圈，